现在我们有神队友，帮他缠一下那个绷带。哦，紧急救护，很好啊，大家都是神队友，所以我刚不是有讲吗？一个人可以走很快，一群人可以怎么样？走很远。对，就是遇到这种神队友 ，OK。我们有一位大腿有点不舒服，然后我们贴那个散弹手，然后我们待会继续走。OK， focus， 后面的背包就交给我了，也只能这样做了。雪山登山口出发 ，Go！ 你带我来喽，耶！我们现在在雪山登山口，来了，登山口，开始出发喽。今天总共有七位，加油加油！目前天气还不错，好，我们继续努力，加油！刚开始哦。很好，继续保持这种速度，因为也不能再快了。对，就是这样子哦。我们爬山尽量这样，大家可以边走边聊天，你就会忘记那个痛苦了。哎，我也有痛苦的。男生是不会啦，因为我们女生稍微慢了一点没关系啊。我们体谅一下啊。好，现在是平路喽，米粉加油，赶快呼吸。你那刚上坡的时候有点喘了。剩下400公尺了，继续努力。只要到了七卡，我们就会大休息，大概休息15分钟左右。然后要吃行动粮的都可以吃。最后100公尺，我们就抵达今天休啊，不是今天了啊，是中继站，中继站，哎，讲错。我想说怎么那么快就到了。好，今天的中继站就七卡，我们这边稍微休息一下啊。现在时间11:10，我们来到了七卡山庄，背包放下来，然后就休息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，吃点东西。我们现在从七卡慢慢出发，下一个休息站观景台，就是所谓的酷坡，一点都不酷的酷坡，因为只有400公尺而已。嗯，然后海拔高度才130几。好，现在我们有一位大腿有点不舒服，然后我们贴那个散弹手，好，然后我们待会继续走。OK， focus， 后面的背包就交给我了。也只能这样做了。Oh my god！ 好，现在我们有神队友，帮他缠一下那个绷带。紧急救护，很好啊，大家都是神队友，所以我刚不是有讲吗？一个人可以走很快，一群人可以怎么样？走很远。对，就是遇到这种神队友。OK， 好，现在是几点？2:40。不错，现在是我们之间幸福的起点。尤其是在这个枯坡，有没有？那我们今天有两位队员，他已经就是身体不舒服下撤了。那现在换你们，你们要秉持他的意志，往上爬。对 ，OK， 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好，我看问题蛮大的啊。哎，米粉加油，米粉加油。好 ，OK， 好，走吧，枯坡。现在的位置，枯坡结束，开始下坡了。现在时间。3:26，虽然慢，但是没关系，希望可以在6:30之前到就好了。嗯，因为我们今天队友有一点状况。好，现在我们要绕东峰，因为今天天气也不是很好，我们时间也没有很多，所以我们就直接要绕。那东峰我们后天再来。我们现在从东峰开始下坡。这边很多玉山杜鹃，
应观众要求，他们说希望能够拍照。好美的照片。我就直接给他们录影，怎么样？好美。是不是？哇，那看到花就很兴奋。果然是花痴啊，双鱼座的。谢谢。哦，这里很多漂亮的杜鹃花，紫色跟白色混杂在一起，超漂亮的。那我们前面也有三朵花，虽然那个三朵花有点过期啊，但是还可以，还是至少还是三朵花了。现在5:30，我们抵达了36935，走。我们到了，耶耶，叶美粉到了，小月。哎，真的是千辛万苦了，哎，中间还有小插曲啊，超前呢。还有他们的意志力蛮坚强的。早上6点钟，我们在369山庄，今天天气晴，后面蓝天，右手边有白云，环境优美。369山庄，前进雪山主峰，出发！好，我们准备出发了。雪山主峰，有熊出没。雪山主峰，出发！很好，很好。我们左手边就是山窝，我们已经走了快半小时，就才走300公尺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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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我们今天的团队半小时走了500公尺就休息，非常的散漫，很好，就是这样，士气高昂，龟速前进，真的像乌龟一样，走得慢可以慢慢欣赏风景，你看，你看这里的风景很漂亮。哎，我没有骂你啊。没有，很好啊，就是这样，散漫一点。嗯，我们现在走入了黑森林，这里的环境又不太一样哦。对。如果你怕跌倒的话，那就是屁股蹲低一点，然后脚伸长。对，脚再伸长，这样就相对比较安全一点。好 ，OK。哦，前面第一位他已经68岁了，身体还蛮硬朗的。第二位还很轻盈。哦，我们里面最年轻的，哎，现在是你最年轻的。对。现在我们的位置在黑森林的石铺，休息喝点水，刚拍完照哦。那我们的学弟虽然是 VIP， 但是他还是有他的摄影魂，你看，拿出了他的单眼。哦，那帮我们拍好看一点呢、啊，因为他们已经不是美得很明显了。我们现在来到了8.7K 水源地，我山屋的水从这边接下去了。你看我们的协助也是很辛苦，还跑这么远的地方。慢慢走上去就好了。10:10，我们终于离开了黑森林，接着就是雪山的峻谷。等下一样哦，就是一样走上。哎，大家加油！我们终于来到了雪山的峻谷，所以访问一下他们的新的感想，走到这里来。不是人走的。不是人走的。终于来到这里。终于来到了。我真是不容易啊。对对对。68岁了，不容易不容易。我来了，我征服了。我可以的。OK 哦。加油。离目标越来越近了。越来越近了。是的。加油加油。继续努力。加油。加油。对。现在位置目前在10:03，这边一个碎石坡，走这边比较距离比较短。大家加油！哎呦，还有精神也不错，很好很好，继续努力，历尽千辛万苦，我终于来到了雪山主峰。到这里。
你们知道我们几点出发吗？6:30出发。你看现在几点了？12:00了。哇，天哪！我佩服我自己哦，可以走这么久啊。拿个天团啊！雪山主峰解锁成功，耶！恭喜他们，走了6小时啊。哦，真的很佩服我自己啊。哦，目前台湾第一名，没有人能创。哇，真的走很。对，长青团，我们的队名叫什么？长青团，爱你。哎，会不会啊？爱你不爱？不是这样爱你，对不对？这样爱你，对不对？这样爱你，对不对？对，这里有两只金翼白眉，那为什么不怕人？可能是有山有喂它，所以我们不要喂它，搞不好它胆固醇很高。好，我们现在在主峰，再稍等一下，因为好不容易有点阳光了，我希望可以帮他们拍到好看的景。现在一样。就是超级白，雪山主峰超级白，我们等看看哦，没有的话就算了。我是有热忱的向导，不是到点就直接离开的。你看，我要留下最完美的画面。啊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。我觉得终于完成了。我们刚已经等了1.5小时，但是还是没有办法等到，所以我们一样慢慢离开。反正只要没有下雨，都是好天气了。你看，这就是好山友。有些山友会没有看到，会靠北嘞。不错，你们不错。好，现在开始下雨了，穿雨衣，一样慢慢走，要穿快一点哦。你穿太慢，等下雨就停了。真的，没有跟你们开玩笑。继续前进。哎呦，我们后面的走得有点慢哦，没有关系，安全第一就好。哎，脸好看一点嘛。爬坡了，你开心、哎？至少完成一座百岳了，要值得开心啊！哎呦哎呦哎呦，还好我也录到，有没有？啊？小心哦，下坡的时候小心哦。我们又回到了黑森林，目标。369山庄，然后我们的队友在后面。哎，我们要回家。然后后面有两个猛男呢、哦，镜头有带过就好了。现在时间4:10，我们终于出了黑森林，回到369山庄。完成。大家好像精神都不是很好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不累的，没关系，很好，慢慢走。我们终于回来了，真的是辛苦他们了。爬上去5小时又20分钟，回来也要3.5小时左右。你看多辛苦啊！哦，这边的景真漂亮。来到这边，看一下这个告示牌是写什么。好了，请问有捷径？所以我们要走哪里？走这边，走，往这边走啊！按照规定，按照牌子。现在时间4:36，我们终于回到了369山屋。跟我预想的差不多了，要破纪录了！哎，破纪录，破纪录，没关系啊，哎，辛苦了。369的顶级厨师，我们的婷婷，耶！还有她的老公，369的神雕侠侣，神雕侠侣，你看那个菜就很好吃了。6:40，我们现在是6:40，我们看他们到登山口大概会几点呢？12:00到登山口，12:00。我预估他们会在1:00或2:00才会到。哦，这美女哈，还是要录一下。嗯。哦，跟你一起下山当然最好了。嗯。我终于要摆脱他们了，我最高兴了。
等下会到东峰哦，再捡一颗白月。我们要往东峰去了。是的，没错。5分钟就会到了。5分钟，50分钟我也不想走那么远，走太久了，50分钟。哦，人比花娇啊，烧焦的焦啊。这边玉山渡渐很漂亮，把你们激动一下。哦，很累哦。我们现在的位置在雪山库坡，下坡对他们来说比较轻松，也会有笑容。上坡的话，他们真的不行。卡球嘞，库坡很累吗？下坡了，下坡还好吧？等一下我们会在观景台那边休息一下。哦，观景台就在下面，离我们很近。加油加油！目标七卡，再休息一下。嗯。哦，我们下站还要洗个澡喽，庆功宴了。哦，这样有动力了吧？有。嗯，为了庆功宴，跟他拼了。好，休息够了吧？那我们就出发吧。继续加油，剩下2.1K 了。希望可以在12点到抵达我们的登山口。一样啊，不勉强，这慢慢来就好了。反正这3天也都很慢了，不差这一段了，慢慢走就好了。反正也走不快，我们就慢吧。士气高昂，龟速前进就对了。对，没错，平安到家。现在时间11:30，我们来到了登山口。这次他们表现不错，没有再走很久了。恭喜大家，终于回到登山口了。你会发现，当你坐上接驳车的时候，才是最感动的时刻。嗯，雪山主峰的那个感动已经没有了。谢谢兄弟。不会，好，来吧，终于回到登山口了，辛苦了。哎，后面怎么无精打采？应该开心一点吧。不用再走路了。我们现在回到了登山口，访问一下他们的这3天2夜的心得感想。好，从蜜粉姐。啊，我不要再登山了。哦，不要登山。很累就对了，很累，我暂时休息，暂时休息一下，一次就好，一次就好，再来一次，好，再来，哎呦，是哟，中年大叔酷毙了。